前丑岭村有一队救火队，但我细个嗰阵就净系得翻佢一个。嗰阵时啲人成日笑佢后生考唔到消防员，依家先嚟发消防梦。但就系呢个梦，就保卫咗全村嘅生命同埋财产。就系佢呢一份无条件嘅付出，教识咗我做人应该处处为人打算。我哋就系抱住呢一份嘅态度，为你服务。